咱周围的这些小区的。你受谁的指示来撕的？你问我，我都不知道问谁去。我们需要来澄清，对不对？我们作为家长，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权利去怀疑学校，对不对？既然是网上有那么多的视频，有那么多的声音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定要去怀疑这是不是事实。如果不是事实，哪来那么多声音？没个交代，我也不敢送孩子了。所以到这个地方，如果是真正的犯罪，那是老调重弹，熟能生巧。他不是说是临时一想我就把孩子扎一人，那不可能的事儿。如果这个事情属实啊，那肯定是重复犯罪。你要说这个事情是一个老师所为，对吧？那也还，我觉得这个还不会影响这么大。现在竟然说是连园长都参与做这个事情，我就觉得就是真的是，不可原谅的，甚至是难以平民愤的。所以要看看他们到底给社会给这些未来祖国的花朵，这些孩子一个什么样一个交代。先别进了，先别进了，等来，咱们一块儿进啊，来。找哪个老师？笑笑。有他电话吧，你跟他联系一下。有啊。来，师傅，麻烦你帮我忙，再进去一下啊。什么事呢？我刚出去的。你找那个。